大家好，欢迎收看 Cookie 料理小教室，我是 Cookie 主厨乃亨。你知道为什么都要把食物煎到黄金恰恰吗？那恰恰又跟美娜反应有什么关系呢？那就把今天的影片看下去。专业的说，就是将食材料理到美娜反应，而美娜反应就是食物中的还原糖与氨基酸遇到高温产生的合色聚合物与香醇的味道。简单的说，像是煎牛排的纹络，炸鸡酥脆的外皮，甚至是吐司面包烤过的痕迹，呈现出的那些金黄恰恰的色泽，就是美味的关键。这样你知道为什么要把食物煎到黄金恰恰了吗？如果你有任何问题，欢迎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们，还要记得订阅我们的 YouTube 频道 Cookie 料理小教室，下次见，拜拜。